接下来要来颁发女配角奖，我们先来看入围的影片。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入围的有《天星》吴天星、一把青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我怎么会死？我也死回去。林美照，长不大的爸爸。香港商福斯国际电视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。中到好人啦，讲了什么话？哦，惨。柯淑琴，哇，陈怡君，联立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直接跳过议员参选性。曾之乔，必娶女人，东森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如果你跟我把话讲清楚，我就不会生你的气啦。刘瑞琦，失去你的那一天，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今天的山难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来喽。好，第51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得奖的是，哎，这个我开过了哈。刘瑞琦，失去你的那一天，恭喜！刘瑞琦以精准演技诠释一名个性坚韧、颇负盛名的教育专栏作家，以及笼罩在家族遗传宿命阴影下的痛苦母亲。口白、眼神和肢体充分到位，诚恳真挚，令人感动。谢谢，很高兴。7年前没讲好，我被我家里人念得臭头，所以呢，我想不管有没有得奖，我都要把话说清楚。我记得前天我上 FB 的时候，我按了一个大家说今年代表你的字是什么，结果蹦出来的是一个爽字，拿到奖很爽。不过呢，我要先把谢谢评审团的肯定，谢谢中视的长官，谢谢大川大力、杨总、罗 Sir， 还有谢谢我们最好的导演周美玲导演。当然，我还要谢谢所有参与这一部戏幕前幕后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。在我的演戏生涯里面，我一直觉得结果固然是非常的重要，可是我最珍惜的是过程。我觉得过程呢，就是我最大的收获。谢谢爸爸妈妈，谢谢我所有的姐妹。美惠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还有，谢谢我的舅舅，他一直把我当20岁的美少女在经营，所以有你呢，才能够激动我的动力，激动我的所有的一切。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是，谢谢我老公，谢谢你包容我，一路支持我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我讲完了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谢谢传音，谢谢陈毅，谢谢。